今天是5月17日星期五，欢迎收看本期对文啪啪啪。首先是明星简讯，钟楚欣晒与关晓彤的红毯合照，因合照周围都是她的性感仙境美照，被怼刻意炫耀喜多。两人都挺美的就好了，坚强美丽。蔡徐坤在亚洲影视周的照片被说是妈妈们最爱的拍照 pose， 尤其披上丝巾和张开双手这两张，被网友调皮说看完就在脑内循环播放北京欢迎你了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。据报道，《暮光之城》男主罗伯特·帕丁森将出演《蝙蝠侠》独立电影，目前正在洽谈中，有望正式签约。对此，网友调侃其为“吸血鬼蝙蝠”，了不起。生活大爆炸完美大结局，谢尔多·艾米拿诺贝尔奖了，坏了12年的电梯修好了，最后大家坐在一起吃饭，慢速版主题曲一响，瞬间催泪。Unraveling the mystery that all started with a big bang。消息来自综艺圈，我家那小子与小童看《肖申克的救赎》睡着，被怼综艺演员却对电影没有热忱，并说他心思都在恋爱上，事业心还没他妈妈重，好尴尬呀。以上就是今天对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明思阳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想知道明星变美的秘密，就关注新阳的微信公众号吧。